军实战啊，就直接初登场，就是在一军了。林立呢，这反方向的攻击啊，打得比较高，到警戒区前面几步遭到了接杀。最近林立反向攻击其实打到都相当远啊。前一场两支全垒打都是在右外野飞出墙。那杨将的一个变动越小，哦，一五一的速球进来，来一个 high fastball， 让陈进呢是追打遭到了三振，这也是泰勒是五支球队里面最低的，可是全垒打是最多的。哇，挥棒落空，再一个三振出来啊，三上三下结束了一局下半。全新的专属节目哦 ，PS 的一百种秘密。